今天咱们来个回收方豆12645699，没有限制啊，不管是不是铁粉，谁有没有关注，只要你有刚需，你就可以来秒。介绍一下情况，12645的油锁卡片机，换过原装瑕疵屏，这有个漏液看到没有？但是使用触摸不影响啊，面容识别挂了，咱们就送卡片包调试啊，功能全好，除了面容识别已经挂了，别的功能全好的。699啊，只要你有刚需，你就可以来秒。这台机器呢，是由于粉丝找咱们置换那个15 Pro Max 的油锁卡片机，它是专门用油锁卡片机的，他懂啊。然后他把这个12 Max 拿了，咱们就原价收，原价出给你们，一分钱不加。现在一个8P 的还要卖7-800，这是12645是吧？再用个一年也不会亏什么钱的，前提是不要摔坏就行了，正常使用它也坏不了。